聊什么什么聊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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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整天那个我城宝塔西边是侗族最典型建筑物鼓楼，鼓楼是侗族人民集会议室、排解纠纷以及平时娱乐的场所。现在你看到鼓楼下口水如深的便是侗族人民了。在鼓楼前方那两层建筑物便是侗族最典型建筑物花楼。花楼呢，上层是主人用来居住的，下层是用来纺织纱布和招待客人的。而上层挂满的玉米和高粱，代表着金玉满堂、五谷丰登之意。在旁边站呢，必有寨门，在一边那个挂有红灯笼的大门便是寨门了。过寨门呢，有个习俗，热情的侗族人民会敬一杯香甜的糯米酒，以消过寨酒。酒是醉啊！侗族有句俗话说：“喝了过寨酒，活过九十九。”待会呢，我们的船将在那停靠上，通过寨门，饱览少数民族的风情。现在在你前方看到这一座小巧玲珑、非常别致的阁楼，这是撞香楼。里面的小姑娘伴着小伙子轻扬的鼓声，跳着自编自导的舞蹈，欢迎着远方客人的到来。为了表示友好呢，我们大家可以用蒙尼跟他们打个招呼啊。蒙尼在汉语中是你好的意思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船在这绿丝绸一样的湖面上才波减浪悠然滑行。不知您心中是否有久在樊楼底不得返站的小鸟一样欢欣与惬意呢？这湖的名字也跟小鸟有关，它燕子湖，燕子湖水冬夏不干涸，水源长流。它得名呢，是因为湖后面那座山的山脚下有一个岩洞，里面呢曾经栖息着许多燕子。每当春暖花开时节，这些燕子就会在湖面上飞来飞去，久久徘徊不肯离去，因此得名为燕子湖。而栖居群体的岩洞呢，也叫燕子岩洞。我现在都是可以，那个更大的。
可以进来颜色里面。稍微添了，反正不要显眼，不要显眼，你看眼脏。那早上的福利公园，福利公园那不用钱的，福利公园那个要是像他们这里多啊，什么搞得更漂亮。不要来。有啊，也上午也有吧，脚是加加的，我比啊，上午没有看到船就下了。对，回来就是会动荡的。不要，那种是大的。前方呢，我们大家看到一个小石桥，当地的居民称之为许愿桥。前方呢，我们要过的是许愿桥，过桥时请大家注意安全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，大家注意安全。你说他就拿回去了，懂了没有？啊！镜头不要关掉。现在水平挺高的，那就刚刚好过。没有刚好过，今天还有事。哦，休息咯，准备休息，有个休息时间。临近水源，便人一山，山有小口，倒不若有光。便乘船从口入，来到这犹如燕子湖的尽头处，就像武陵人进出桃花源仙境的神秘洞口，平添了几分静谧雅致的气息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燕子岩洞啊，这洞全长120米，里面无任何灯光与人工修饰，纯属天然。大家进入岩洞后注意安全，不要站起来，保护好自己的手机、相机。通过这个岩洞，穿过时光隧道，我们将寻觅到梦中的桃花源。好，命名的好好命。我要摔我手机呀！像野狗来来，我点点我懂。四季茶花。桃花。这个是二百了，原来。人工造景啊，人工造景，它这个是人工造景，这些都是桃花，都是人工造景。哎，它这个桃树好矮，都花开成这样。我老啊，你这个树多丑啊！啊，假的假的，你看这个树，那很假。真的啦，真的高仿的。
的手那么熟的，是巴黎家的。哎，现在做生意做得很香。前方呢，我将欣赏到粗犷不羁的佤族人民为我们带来的舞蹈。大家看这汪岸上面挂着的牛头啊，牛头是他们财力、财富与权证的象征，也是他们的信仰。下面会有许多象形文字，表示记载着一天的劳作情况，和我们现在所写的日记也是很相似的。在整个原始部落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副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，虽然没有黄发垂髫，但却怡然自乐。善良的民族，国土的民风与那曾经的青山秀水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人人都向往的世外桃源。这些是往哪边？那边好像有两个火点回来。那张，世界的东西。我觉得他们这边是一些，还是有的。在这里。
公车，过河龙桥，请大家注意安全。要紧注意上来装的，来的是。哎，但是怎么还能在这里洗衣服啊？都晒了。我穿海衣服。啊，你等五点吗？你讲一件能穿海的，穿海的水手。最差的是五点嘛啦。我让你叫过就是过河还请提的。Thank you.
高才高山管道来了，四十亿了，还有一点，还有其他就是其他的影响。现在呢，我们又回到这个水乡楼阁，大客行梁之下挂着两个绣球，绣球呢是壮族人民吉祥的代表，爱情的象征，也是壮族姑娘亲手所绣的。马上呢，我们的船将停靠号码头，通过站门饱览少数民族的风情。热情的侗族阿妹会敬你一杯香甜的糯米酒，也叫过载酒。马上我们的船将停靠上岸，带来了好地的随身物品。下船后，我们将不再回来乘坐游船了。对啊，来来来，我在那里。